OK， 然后这我看到了。生活不易哦，但是照常生活。欢迎你们回来我的 vlog， 看看我的小生活。吃饭，煮饭，好平凡，好平凡，生活就是如此。有人说 ，What are we looking for in this life? In this short life? 平凡，可能就是最终的答案。你同意吗？